他的素颜以后决定，就觉得还是当一辈子的好朋友就好了。哎呦，到底他的素颜是怎么样？我们先看他化完妆美丽的照片，请看。哇哇，明星啊！太美了吧，正哦！哎，这网友真是明星吧？明星啊！对啊，哎，这个人条件太好了吧？漂亮啊，眼睛好大哦，不会输马 Q 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导播，你看这样那个嘉瑞老师在前面，显得嘉瑞老师的条件好差哦。对，没有关系，眼睛呢？没有关系，只要他拿下来就知道谁差了。来啊！因为嘉瑞老师今天是素颜来的，有啦，有化妆了。好了，我们请看第二张。哇哇真还假的？阿酷，你这样你还不追他？我在网络上看过他的照片，疯了，超美的哎！他，你看过他？你要跟这样的女生当一辈子的好朋友？好，该我们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帮忙推荐一下。对，我是他的大学同学，我叫大娘，他是喜多，他真的超夸张，他素颜前、素颜后超很差很多。还有比你夸张吗？超，比你现在呢？我根本就没差。我要讲的是，就是我们两个。喂，丽姐，不能攻击他的朋友。我没有攻击啦，我只是想比较，幻想空间总要有。哎呦，那个化妆出门啊，然后大家都看到他跟他搭讪，然后素颜出门都看到我。跟我搭讪，真的，就是素颜都比他好就对了。Oh my god！ 看看许多照片，哎呦，哎呦，正啊，哇，很清纯呢，很正啊，可爱型的，这就是宅男女神呐。对啊，像最近就这个样子啊，是宅男女神，就是不是网拍的那种，长得有点像小珍呢。哦，我们看第二张好不好？来，哇哇，哇，对了，蔡依林，蔡依林。还有那个什么林奇薇，哦，林奇薇啊，有，很像，这张 OK 的，这张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哎，正呢，哎，但是我们看本人哦，怎么样，金姐，怎么样？快把10000块准备好，真的假的？差不多一顶的，真的，一、二、三。丑的那个同学好像没有眼睛呢，哦，对呀，怎么眼睛好小啊？眼睛怎么那么小？你张最大，天哪！为什么照片眼睛最大啦？那我是单眼皮，好小单眼皮，照片上眼睛多大啊？对呀，哎，我跟你看到你眼睛，我都有精神了。你眼睛难怪你眼睛漂亮，你看眼睛有多大颗？对呀，在旁边，过去点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真的漂亮。哇，你眼睛好大颗哦！天哪，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？怎么可能？而且你有，你看正面，来看正面，你看一下小。龅牙对不对？哦，有，就是上排牙齿有点突突的。哎，可是本人看起来很像照片里面的妈妈。而且来对比一下，你看一下那个眼睛多大，跟这边这个眼睛，你看。对呀，为什么？怎么这样？一条线，那个眼睛大三倍嘞，沙杯啊，瓦力然后来。恐怖哦！那我来看一下小菊，我先看。哇，网拍前十名的，我可以理解阿酷的信心。我觉得我赢哎，做完之后他就网拍前十名就被除名，永不录用，没有工作。小军，你拿下来，你的人生就会改变。你确定要拿下来吗？确定，确定。各位注意，三二，拥有傲人好身材、五官艳丽的网拍名模小菊，到底她没有上妆时的素颜会有多惊人呢？打破网络正妹的甜美形象，最让你震惊的画面，别急。甜美可人的喜多，在拿下面具后的真面目，简直是180度的大转变，吓坏众人。而即将揭晓的小菊真面目，和照片里性感美丽的模样，会有多大的差距呢？菊的，我先看。哇，网拍前十名的，我可以理解阿酷的信心。我觉得我们赢耶！做完之后，他就网拍前十名就被除名，永不录用，没有工作。小军，你拿下来，你的人生就会改变。你确定要拿下来吗？确定，确定。各位注意，三二一，哎呀！哎呀！我们经过这么久，我们都被骗了啊！等一下，怎么这么多啊？我吓到，你精神好差哦，黑眼圈好重哦。你是天天酗酒吗？很辛苦，网拍很辛苦的。小菊，你在网络上骗我们几年了？
我也不知道几年了，真的。快点，老公，网拍美女都是假的、哦，真的差太多了。我再去看一下的，他们都 gay。我们要警告所有的男生，不要再上网看美女了，他们都是假的哈、哦。多少男人迷恋些网拍美女啊？上网在那边看网拍美女。照片不能换，就是叫他过来在我旁边，怎么可能？诈骗怎么这么正呢？拿着跟我比，而且我可不可以请教你笑起来一下？来，三二一，来，装可爱，我喜欢。这是哪一岁了？完全不同人啊，完全不像。我刚狼啊，我刚狼，对啊。而且你脸怎么看起来宽好多？真的吗？好像锯过骨一样。哎，怎么会差那么多？好了，我们要进行变脸哦。对啊。来自台北的网拍模特儿小菊，身为网拍界的知名 model， 除了一个月高达200,000的收入之外，曾经还有色情网站盗用她的照片哦。但是素颜的她，眼圈及眼袋极重，化妆前就像是永远都睡不饱的丑小鸭。如何将眼睛变得有如照片般的闪亮动人，便是她必须优先改良的一大重点哦。代表红队的是就读华范大学的喜多，今年23岁的他，自从学会化妆后，接了相当多的外拍 case， 最近更获得当了红偶像剧的演出机会。然而没有化妆的他，单眼皮、小眼睛加上间距稍大的无神双眼，都是喜多的致命伤。化妆前有如别人欠他几百万的脸，要如何变成照片里可爱动人的俏皮美少女呢？素颜照吓坏许多人的喜多和小菊，到底有什么样的绝招能让他们变回照片中的美女呢？我们变半边脸了、啊、已经变了一半喽，一半喽，一半喽，一半喽。而且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再来看过程好不好？ Okay. 差别到底多少？哎，我先看这一边好不好？好、oh. ，单边喽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好正啊，差好多。哎，哇，再过来看一下。哎呦，跟我玩精呢，是同一个人吗？谁呀、啊？哎，对，该排队，排队，该排队。来来来，各位，先让各位看素颜的那边，一二三，来。哎哎，清秀清秀，注意看漂亮的这一边。哇，这是谁呀、啊？欧北龙跟玛丽。哎，好厉害哦！哎，好了，两队要开始比赛喽，好不好？我们看变身过程。来，哇，开始，开始。哦、里面有一个秘诀跟技巧，对，对，他眼睛放大好多，对呀、啊，放大好，大概放大2倍以上，真的，两倍，两倍，而且你是不是戴的瞳孔片啊？有，什么颜色的？黄色的。灰的，戴起来很有神，像小女生都要，都有、欸，给鬼给鬼，给鬼，但就是神秘啊，神秘，就像外国人一样、啊，就像我老外一样、啊欸，你打白色的底哎、欸，那很厉害哦，哎，打白色的底是怎样？平常不会这样打，一般来讲，很多女生都比较偏懒，不想去打底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其实她现在打这个浅色的底哦，当她在做深色之后，她浅色的地方就会有立体度，哦，不会是一片黑，多层次就对了，很有技巧。而且它上了什么颜色，那个颜色更吃色哦。了解，就是黄色的底是我们皮肤嘛，那、啊、如果是白纸的话，白上什么颜色更自然哦，白色当底就对了，就什么都好打。厉害厉害厉害 ！OK， 那看这边来吧，红队红队红队，好上了眼影了，对不对？一部分眼影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！你的眼睛在干啥？录音那查下贼啊！这哇，哎，我觉得有化妆那边跟他这种经典，看好离谱哦。没化妆那边长三分之一，大二分之一啊，大两倍，对不对？他要使出他的杀手锏，哎呦，大绝招，大绝招要用出来了，大绝招是什么？哇，对，这是画眼线。那我主要的话会画我的眼头，因为我眼睛是这样的。眼睛比较小，想要让眼睛更大，我会画这样尖尖的。了解。我跟你讲，秘诀来了，秘诀最重要的大绝招就是用眼线液开眼头，画假眼头，把假眼头，滨崎步都是这样子画。哦，了解。前面给他画尖尖的，眼头给我看一下，来来，眼头最重要的哈，来来，眼头拍，来吧。哇，注意哦，画龙点睛哦。哇，因为一般没有开过眼头或者眼睛比较小的人，眼头都是圆的。哇，好神奇哦。对。哦，他把它拉出来了，哎、欸欸，已经变大了，眼睛比较长哎，对，已经变长了哈。所以是一点一点慢慢画就对了。而且他原沙成大，他原本两个眼睛离得比较开，对，所以觉得没有精神。然后再往中间画的话，整个的轮廓就会变立体。哦，小甜甜应该要这样画。哎呦，
哇哇，不一样了，真的不一样。他那个眼睛那个凤眼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，现在台湾女生化妆的技术算是亚洲数一数二。台湾女生现在化妆技术，我跟你讲，台湾不输日本哦，真的真的很正啊！我要称赞一下白队，她的底妆打。